福爾摩斯在紐約當起養蜂人家，超愛吃荷包蛋 Eggs， 專長是開鎖，找屍體麻煩是消遣。 What's he doing？ He has a process。 福爾摩斯與華生第二季，周一至周四晚間11點，公視頻道獨家首播。